叛徒在场上啊，我要被杀了。我不是叛徒，我只觉得把守好人，我是好的，只要把守不是我以外的杀都可以。报名啊，这叫做碰。哎、欸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先把蔡渣杀了，他会帮我们杀这样子。是地球人，耶、yeah! ！我把地球人杀了。哦，地球人好弱、哦。我变神经质了没啊？哎、欸，所以那间房间你是神经质？我现在神经质吗？没有，你是危险人物。哎、欸，我找到 Lucy 了，Lucy 飞超远的。太渣了，乱玩。因为有人打过来，我一紧张往后跳，跳到悬崖底下。他是摔死的，他是摔死。也太惨了！蔡渣是危险人物。哎、欸，这间房间跳脚嘞，这家伙跳脚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呼叫侦探、欸。干、欸、嘛、啊？可以呼叫侦探来看自己。我人品只剩50%。我重新登入，我的分数比蔡渣还要高。哎、欸，我一开始直接掉到岩浆里死嘞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会复活了。烂事啊！哎、欸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你看我下面写什么？为什么蔡渣负三危险？就是危险人物。奶绿，奶绿，我信你啊，奶绿。欸、不要这把枪、嗯，我想要散弹枪比较好。我是一对的啊。对啊，一对啊。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这样会复活。他会复活，会复活。哎、欸，地球人就是你，又是你，刚刚从后面射给我。我在正面射你，好不好？哎、啊啊，你掉下去了，笨蛋。没有枪啊！危险人物先干掉啊！啊 ，shit！ 哎、欸，张叛徒，为什么你要在这？哦，吓我一跳！我超猛啊！我马上干掉个叛徒啊！这个位置可以走，好帅啊！我打不赢一般人啊！如果我怕我跳下去就死掉了，危险人物被干掉了，阿切相信我。而且你看这个乔斯都被叛徒被我干掉了，暂时就这一局可以了。哎、欸，铁矿敲得掉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我刚看到侦探，我就保护他。假的哪里？哎、欸，敲掉哎、欸！我保护你，侦探、欸。原来是有路的、喔，我以为没路。这间房间是怎样才能进来？哦，有人在开枪，叛徒才可以进去、欸。我被爆头了，是叛徒才可以进去。我没有半把枪，给我一把枪好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？奶绿都不讲话，什么奶绿又不讲话？奶绿私奔啊！奶绿奶绿，我重对啊！安安这边这边，狙击狙击！哎、欸，我在塔上被爆头了，奶绿在上面啊！彩彩放个什么随便什么东西在地上？什么东西？好随便！补、啊、血的，我随一滴。哎、欸啊，地球人，一定是囧哥啦！地球人、就是地球人吗？鱼竿就把一个叛徒干掉了，鱼竿我放了。对，地球人只是报名。不用理他，地球人乱射啊！啊，地球人还有人射我，有人是超级爆米呢。囧哥在瞄人呢、喔，他饼干啦，饼干啦，饼干，饼干杀了我，饼干杀了我。你们都是无辜者，都是爆米呢。干是白痴哦、喔，是智障哦、喔！我杀你，我直接打头了，我还在那边跟你玩。所以到底谁是凶手、啊？饼干啊，饼干啊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你是吗？有人是我们，我连一个平民都杀不死就挂了。刚刚是繁星把我杀死，对啦，叛徒。哎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是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我竟然还跟你走那么久。巧克力是巧克力，就是说先跟他巧克力，彩彩好猛哦、喔，彩彩好猛，这个倒是。哇，彩彩真神啊！啊，巧克力再一发就死了，奶绿快去杀，奶绿，奶绿也是，还有奶绿蹲下，队友那个啊，那你。不要自己这边玩扮家家酒好不好？什么扮家家酒？专业、啊、哪里有什么扮家家酒？啊，就是打错人啦！干什么啦？打错人！干啥？等一下，我一定要说一件事情，这让我非常堵烂。为什么巧克力可以玩西凤？为什么你可以玩西凤，我不能玩？刚刚也有啊！啊、欸！我没有拿到枪。哦，剩巧克力跟奶绿咯。哦，巧克力跟奶绿的对决，这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这到底有什么用？洗白奇遇，昔日的战友要 PK 咯，要 PK 咯，你赶快哦！这两个你看，就是需要该除掉的害虫之一。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是谁？菜渣，我看到有观众说，菜渣中叛徒很强，当叛徒好弱。装叛徒很强，装叛徒很强，当叛徒很弱。我刚当平民的时候，一口气死四个人啊，然后四个都是好人。欸、你拿那一把，最好跟他保持距离，不然要输了。他在哪里啊？奶绿，你卡门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不能跟你讲啊。你在乱丢什么啦？巧克力好恐怖哦！这个不能讲、欸。好酷哦！
巧克力好恐怖哦！巧克力真的是恐怖分子啊！白痴，快死啊！哎，我好不容易发现他嘞！来力，那你干嘛跳下去？白痴哦！没有声音啊！来力，我听到脚步声，我不知道那里没有路啊！你干嘛死？干嘛自杀？前局啊！队友超雷啊！回合结束，回合结束要等七分钟这么久？没有，才20秒而已。我在二楼，不会是这样子的、啊。我人品只有500，东西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好了好了，菜刀的人品只有561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看到先扣到剩561，分数负十九，我分数负十九。对，想的很好，他是报名，结果没想到太夸张了啦！负十九什么？怎么分数居然是正的？是负十九。谁在开枪 ？Lucy， 我是侦探。他刚想杀、欸。我有那把、啊，我来保护你。耶、欸，被我拿走了。哎、欸，小强，他是侦探。我在这边，我在。那 Lucy 嘞 ？Lucy 嘞？他还灯塔。他死了吗？还没啊，我要出来了。两队、欸。有人在上面。新反应在上面。我救过。我是好人，不是好人，我是无辜的哦。现在都不是好人，不要给我开枪哦。在上面的都不是好人，坏人，不是好人。这里有一个危险人物啊！危险人物，危险人物先杀。你们想扣人品值吗？不不不，我觉得巧克力先杀。扣会比你低啊！巧克力杀我！上面有个钻石矿，我想拿哎。巧克力是不是又是你啦？你不要跟在别人后面，你这超恐怖的。我刚刚背对着我们的侦探啊，保护着他。屁嘞！想要从针后面抢开枪吧？我背对他怎么开枪、啊？每次都不对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看到有一个危险人物。对对对，你好。哎，他下面写的是危险。地球人为什么受伤了、啊？得分超好笑。因为我拔刀了。哎、欸，还有危险人物。那是危险人物。因为我拔刀了。很危险哦，干嘛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你是危险人物，不要。危险人物是不是可以先杀、啊？对啊，危险人物可以先。这会扣人品质哦。你要不要老实？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是不是坏人啊？扣人品质哦。是坏人啊。这样会扣人品质哦。哎哎哎！不要试到。我是无辜的。哎哎哎！菜渣，不要动，我要鉴定你一下。好，来鉴定我。鉴定结果是哒哒。哒哒。哦哦。没有了，每个人都是哒哒了。坏。等一下啦，上面有一个那个，我听到枪声。在哪里？上面有一个钻石矿，我拿不到。里面有很多枪啊，囧哥。钻石矿要干嘛？收集九个可以不、欸？有没有补血的、啊？收集九个可以召唤神龙是什么？什么谁射 ？Lucy，Lucy，Lucy， 我看到。我想说看可不可以把那个射下来啊？哦，饼干也在射，饼干在瞄我们、欸。射下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可以射下来、欸。哪里？他掉到海里了。掉到海里了，哇 ！C 局不能收集九个了。下一场好了。饼干，你干嘛？饼干，你干嘛？来对射好不好？我觉得饼干怪怪的啦，你看。我觉得怪怪的、欸。奶绿不讲话啊。危险的，我在观察。哪里呀、啊？你在那么远的地方，一定想要去掉我们所有人。你那钻石矿都放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这里有一个、欸，那个灯塔前面的熔炉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、啊，有一个掉海里了，好像就没了。灯塔前面的熔炉，我去把饼干，我去把饼干暗杀掉。哎、欸，饼干死了、欸！哎、欸，鱼干你干嘛？一直死在这里。看你的脸，饼干是无辜的，好、哦，饼干被暗杀了。饼干被谁杀了？地球人，我等一下拿散弹，我一定先杀你们俩。不是我们哦。哎、欸，那个谁，赶快去看。囧哥有点猛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在这房间里，囧哥在哪里？囧哥有点猛，不是侦探，致命头部在，他被狙掉，他没有看到任何人，就狙掉了、啊，没有看到任何人，上面的人，所以是上面的、啊、拿狙击的，不对，他最后一秒看到是我靠腰哦，那就是你，关我屁事，杀掉小枪。你说是我是凶手，不，我是侦探，是凶手，最后一秒看到的是你，那还得了？哎、欸，不要玩尸体 ，Lucy！ 发丢了。三、啊。哦，有人放气爆。啊！有人在射我。在射啊！还有要看饼干吗？没有的，我要丢掉喽。地球人吧。地球人凶手。都没有喽，没有人要饼干，我丢掉喽。我是不是抓到了一个叛徒？被怎么打到啊？是什么东西？地球人是凶手吗？我来。小强，你小心。侦探去看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地球人是凶手。为什么站在那边也被打？不是啊。不是我啦，他有在射。他说地球人是凶手，我去地狱了。我在收集 DNA， 尸体怎么不见了？尸体被丢掉了。哎、欸，地狱好安全、啊。乱丢啊！我都还在查 DNA。我
外面有个人，那个人一定是凶手。你已经买了，那可以用啊，不是会宕机吗 ？DNA 是原本。繁星，繁星。鱼竿杀我。哦，鱼竿。是繁星一个人在外围、欸、啊！是我孤者。哦，不能捡东西哦，鱼竿完蛋了，也就怪怪。完蛋了啊！鱼竿，鱼竿，鱼竿。鱼竿通常不会乱。我来，我来，我的分数已经够低了，来，鱼竿在哪？作弊啊！那人是危险的，作弊的。看来只好启用我们无辜者的最后的机械了。哦，有人杀他 ，Lucy 把他杀掉了。鱼竿我杀的、啊，我被打了，我被打了，是我无辜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人越来越少了，我怎么报名那么强啊？谁被打？我后面是 Lucy， 我后面是 Lucy 啦，是 Lucy， 我后面是 Lucy。哎，太渣了，屁渣！哎、欸，干嘛？太渣了，是 Lucy，、欸、是 Lucy、欸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抓到一个，你们听不懂哦。阿谦是。叛徒不让啊！阿谦是叛徒，是叛徒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阿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信任你了。我什么都没做哎、欸！才台凶手，才台凶手，才台凶手，杀他！我是好人，没有人要来辨识我，哥没有人来辨识我，才台被辨识尸体哎、欸欸！你们这样，囧哥，才台是凶手，真的，他直接杀。没有人证明我的无辜吗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囧哥，他们两个一定是一国的哈，不然干嘛不杀？囧哥，我的 DNA 也做太久了吧？这里有一个黄色的。这个侦探的脑子好像有点不好使。快鉴定我，快鉴定我。快讲了吧，小强小心踩踩，他也是凶手。小强当机的，不是那一个，不是那一个。我正在扫描中。那个不是我，那个人在干嘛了？发现啦，干！扫描显示结果，菜渣不是凶手啊。对 ，Yeah， 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为什么囧哥断线？他去检查串图就断线。他那个扫描太久了，超久的，他冲掉超久的。发现啦，我是凶手啊。剩几个啊？三个人而已。我刚刚狙掉三个、啊，猜猜，猜猜，你把另外两个，你把另外两个杀掉就赢了。不可能啊，有奶绿耶！怎么有奶绿耶？不要再骗啦！奶绿耶，还没射你。欸、有奶绿耶，是奶绿啊。三个都满血。好，我刚去哪了？偷偷狙人啊！欸，奶绿，你不要装 C4 啊！奶绿，你在干嘛？是奶绿偷偷狙人。欸，我看奶绿在游泳、欸，我看奶绿又是游。小强，别再鉴定了，赶快杀了、欸！我死了，有没有？彩彩，我的天！我就说彩彩，彩彩杀了你，又杀了我、啊。这个鉴定一点屁用都没有了，我操！我也是叛徒啊！哎、欸，奇怪，阿谦，你去哪里？你去干什么吃了？饼干跟地球人都是我杀的，我没办法、啊，他被 Lucy 暴死。哎，我人品只要回来了，我人品值。地球人，不要跑、啊！又从一千开始了。我刚不是 yeah, 我刚不是一直守在你身边守护你吗？请叫我行为规矩。太爆头了。哦，请叫我行为规矩。我被烧到了。行为规矩。哎、欸，那个，我想要去收集钻石矿。啊，对啊。不知道那出来可以干嘛？收集完也不能干嘛？对啊，不知道出来那个。就是出来一个电、哦、那个钻石砖，不知道可以干嘛。没关系。查得到吗？查得到。这三个人怎么样啊？完了，我以后不要玩这个门了，每次都这样。哦，太恐怖了，这个。哦，烧起来了！我拿到一个了。舍楼弹，对我们扔舍楼弹。哎、欸，烤肉了，烤肉了，烤肉了。我去查一下。哎呦，怎么烧起来？我没有枪、欸。我放了一个进去。我们去查一下、喔、那个钻石砖可以干嘛？有三个笨蛋被卡住，等我一下。有人在烧啊！那里有三个笨蛋，我要杀他们。哎、欸，不要啊！拜托不要啊！你要死掉、欸完蛋了！丢那个啊，燃烧弹在他们下面。三个笨蛋里面还有一个是侦探，就是我。哎、欸，好可怜啊！不要打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是不是要给他们死啊？我是一个侦探，帮我把两个。哎、欸欸，有人杀人！有人杀人！谁？菜渣！侦探了！菜渣！我杀掉两个了！菜渣！我也被杀了！我也被杀了！啊，过来舔一下尸体！我在野区被杀了。野区，我杀了繁星了。我在外面，我在外面。野区是叛徒，我忘记是谁。可以补血吗？鱼竿加油！鱼竿加油！我们支撑你了。鱼竿真的，所以饼干是叛徒吗？鱼竿呐、啊，我不是啊，我被卡在那被。鱼竿加油！鱼竿加油啊！饼干加油啊！我被露西杀了！我被露西两个互杀哎！鱼竿加油！你们两个互杀，鱼竿互杀，结果两个都是无辜的。哦。哎、欸，奶绿加油！我去拿奶茶。哎、欸，小强旁边，鱼竿。完了，鱼竿加油！鱼竿杀他们。鱼竿杀了鱼竿、欸。敢跟我拿东西，欸、拿那个散弹，我在拿散弹，你敢射我，你王八蛋！你说我吗？我现在不能拿西服，很堵烂哦。你有种拿！
是啊，乃绿跟娜吉，娜吉你是不是凶手啊？你才是凶手啊！你杀了你不能用 C4 就在那边。乃绿是凶手。喂，为什么我是凶手？因为我把娜吉杀了。你刚才太渣了。你是凶手啊！你直接报名吧。哎呀，我竟然输了机车！啊，判赌赢啦！乃绿是不是凶手？就是很好辨认哦。乃绿，你弱点我分数扣了。乃绿，你的弱点完全被我抓到了。怎么了吗？都不讲话。我每一场都不讲话了。要这样做。小强居然是好的。你发现因为死人章记录了一下名字，鱼竿。谁杀我啊？小强是不是你乱杀？证实死亡，呼叫侦探，关闭。拿来了，我被杀了。我的攻击力减少11%。这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这里啊。中间这个水啊，这到底有什么用？不会被凶手变成。我有人在开枪，有人在杀嘞，有人开杀嘞。上一场的恩怨吧。大哥，你怎么不动了？我不要这把。你子弹打完了。枪都被捡光了。很多，这边很多枪。不。哎，先收集。一个打钻石，一个打钻石。喂收集钻石。我是侦探。哎，饼干，看你后面饼干。我的后面停在拍图影了，奶绿你太强了。小强要装 C4 啦！小强，你要干嘛？什么？我在敲，我在敲钻石，还没吃干嘛？射我！我掉下去了，我摔死了，哪个混账？等一下，你无辜者在那边乱杀！大饼干，你干嘛乱射人？我根本没开枪，我连枪都没捡。他上三场杀我，我就说我要杀他，你听不？杀谁？你两个好危险啊！我哪有杀你啊？是露西杀你，又不是我。杀手是奶绿，杀手是奶绿，他拿刀捅死我。好，奶绿拿刀捅死你。囧哥，不要随便乱开枪好不好？他已经凶手了。那鱼竿有问题，鱼竿有问题。怎么下去啊？囧哥看到我就开枪，我把他杀了。这边啊！什么？阿哥什么啊？来。啊！囧哥是无辜的。我是无辜的。凶手。我是无辜的。奶绿在哪里？奶绿人，奶绿出来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确定鉴定过来，我的妈！奶绿叛徒，废物！哎，我在弄钻石矿哎，你杀我！奶绿是叛徒，对，我们一起干掉他。我这个人这么厉害，我们三个应该是好人吧？对啊，我把奶绿干掉了，废物！我也是好人，我也要去微波炉。Lucy 是侦探，他那边这个侦探在一个很难靠近的地方啊。哎，那边有人过来了，那是谁？小强，哎，那边又装 C4 了。啊什么？我装 C4 都宕机了，装 C4 你不要跟我讲 C4 我超你 C4 修好了吗？你看一下修好了。谁打我死了？谁杀我？把侦探杀了。不对，是 C4。在那个凹槽里面是谁 ？C4 有人被炸弹炸死了。是 C4 把露西杀了。我们在上面有晃动到。一定不是小强，小强不能装。哎，卡到我了，卡到我了。搞不好他修好了啊。我有点无奈。搞不好修好了。我很想玩，我宁可当叛徒去玩 C4。这是纳吉的下面。在下面我去微波炉啊！我现在去找微波炉啊！微波炉在那边啊！微波炉在灯塔前面呢、啊。保护我！我在补血、啊。那几人呢？看你的名字，我在灯塔、啊，从黄色开始变绿色。好了。我怎么觉得是鱼竿啊？怎么还那么多人活着？我是无辜的，你杀我。他一直说他是无辜的。小强负十二分，就真的就是无辜的哈。啊，什么东西？那就蔡家九分失踪。怎么会把微波炉放在这个位置？你们两个 TAB 还可以点的。哎呦，谁射我？是不是你？干嘛？我看你最可以啊！阿青好安静哦。不是啦，我才觉得你们奇怪好不好？你们一定有一个是……等一下，我不。哎，你这样有点太激动了，怪怪。TAB 可以点。不会，我相信阿青，然后怀疑人家是什么？哎，我相信你。对，你要相信。TAB 可以怀疑。这里有什么？TAB 按着，然后点人家的名字啊。我要跟地球人刚联合杀了叛徒，你们也替我们，好可怕，好酷哦！那我把奶绿用成哎失踪干嘛啦？我后面机车没有杀到，这是鱼竿哦，不是，我看小强在打人，我在打他。哎，是小强，是小强，不是小强啊！动作好笑，是鱼竿啊！闭眼干呐！小强是叛徒，真的是那叛徒啊！哎呦，鱼竿互杀，剩下两个人了，剩下两个人了。哎，为什么会是我啊？鱼竿呐，小心，那吉小心鱼竿。剩你们两个。小心鱼竿后面哦，那吉小心后面鱼竿的那边。啊！哦，那吉你很弱呢。